就即係我哋要多多層次、多方面咁去研究，即係曾司長嘅功績啦，係咪？咁其實有一個問題，佢唔係冇思量到即係香港嘅經濟嘅發展嘅。咁我上一次啊，主席唔在你個位嘅時候咧，我講到就係話佢用滴漏原理，即係用咗幾用咗啊。好多年都冇變，咁當然係因為佢冇讀過經濟學，咁而佢師承就係曾蔭權，咁曾蔭權就係滴漏經濟學嘅即係一個信徒嚟嘅。咁當然每一個官員佢有權去用佢嗰個經濟嘅睇法咧去操弄我哋嘅經濟嘅。問題就係咪選出嚟？咁而家唔係講民主，咁我就不表。但個問題就係點樣咧？佢諗過嘅。而且佢亦都有政治嘅計算，好似今次嘅財政預算案嘅辯論咁咧，即係佢好早已經預告咗咧有個財政嘅危機。嗱，如果我哋係坦白咁講，睇往績，無論係我正話即係呢個大力鞭撻嘅未來基金呢個概念，或者係今日財政懸崖嘅概念。到底是咪冇往績尋嘅咧？係有嘅。嗱，其實曾俊華佢不停咁樣諗好多嘢嘅。佢做過一個五年嘅預測嘅，就係喺佢咧呢一個上任冇幾耐之後咧，佢咧就做咗一個好非常之大膽嘅預測。今日講起上嚟就好似一個天方夜談。佢嘅講法係乜嘢呢？就係話。在08至09呢那一年度呢有75億的財赤。咁進而呢佢就推論到呢由08年至到13年呢應該呢係有1000億的財赤啦。佢咁講嘅。咁佢個假設呢就係香港經濟係冇增長得唔夠。而我哋嘅用嘅錢咧，係不能夠由於我哋嘅經濟冇增長而減少，咁所以咧，佢當時嘅估計咧就係、是、未嗱，即係佢我引述啦。曾俊華在記者會中表示，未來五年政府需動用1000億元儲備，即現時儲備的兩成填補每年的財赤，這是一個。相當大的數目，咁進而佢講啦，餘下3900億元儲備仍足夠政府14個月開支，屬相當健康。此一時也，彼一時也。今日佢講呢一個未來基金嘅時候咧，我哋有幾多嘅財政盈餘咧？我係7500億，係足夠政府22個月嘅開支。咁到底係健康又唔健康咧？如果我哋今日就已經話唔俾錢老人，要剩翻啲錢將來，嗱，其實計錯數咧就冇乜所謂嘅。我成日講啦，唔需要講過去錯啱，今日啱，邊個錯今日啱就得噶啦。叫何俊仁就做五區公投，我成日咁講嘅，佢都一樣嘅。佢過去計錯嘅數，只要唔影響而家，佢唔係話咧係話要攞2200億出嚟做一個未來基金，每一年又要將嗰啲將來出現嘅盈餘再撥埋落嗰個未來基金嗰度咧，我就唔會計較佢啱定唔啱嘅，有錢派唔得咯，係咪？佢唔係啊嘛，咁所以嗱，公道咁講，主席，我哋有乜理由去信一個上任咗7年，喺佢就任第二年就預測有5年嘅財赤，即係話佢喺第二年就預測有財赤，係知道佢上任嘅第六年，即係舊年。佢係咁樣嘅喎，錯咗喎。佢嗰陣時就冇講話喂，好大件事啊！香港就佢話就算係剩翻三千九百億，因為撥咗1000億出嚟啊嘛，即係嗰陣時有4900億，都好穩健喎。呢個人有冇邏輯嘅咧？係咪唔記得咗佢以前講乜嘢呢？我點信佢呢？是不是上任五年错上任7年错了5年今年都仲系错。
不過錯少啲咁解啫。好啦，咁所以其實當佢喺度講話未來基金嘅時候，我當然係誓死反對啦。咁呢個點解要講呢？就是、因為佢係財政呢一本財政預算案嘅一部分嚟嘅，呢本綠色㗎嗰本嗰、那個呢本嘢。咁我哋通過咧就通過埋成個嘢嘅喎，係咪？唔可以摟咗佢嘅喎。所以我有必要喺度講多一次，就係話其實佢嗰個未來基金咧係完全冇必要。如果未來基金冇必要嘅時候咧，即是話佢今日所講嘅嘢，如果係成立嘅話，或者佢以前立論係成立嘅話，即係話政府喺呢個2008年至2009年已經估計到咧，未來五年係要動用1000億儲備嚟處理曾俊華如果係赤字嘅話，咁今日如果曾司長天可見年係可憐老人家，佢錯錯錯次俾500億出嚟咪得咯？佢用把口講啊，都錯咗，係咪？所以其實我就希望佢錯啊！我希望佢錯估多500億，跟住將嗰500億咧就即刻俾嗰老人家就得噶啦。其實好簡單，我有一日喺條街嗰度見到有人跌咗張500蚊紙，我就貪心即刻去執，諗住據為己有啦，係咪啊？人不為己，天誅地滅。一執一耷低個頭，見到一個老人家坐咗喺度乞食，我啊唔係佢啊，我都覺得呢500蚊真係不應該我攞，我應該執咗個500蚊唔好俾警察，就咁即刻俾咗佢。呢、這個咪善心咯，不義之財俾嗰啲需要嘅人咯，係咪啊？跌嗰500蚊嘅人都唔會怪我噶，我代我度梗係唔得啦，議員咁貴人工就代多500蚊買飲多杯啤酒。你諗下，如果我哋個財政司嘅司長係用咁嘅角度去處理佢成日犯嘅錯誤嘅時候，即係話耷低個頭又執到500億啦，耷低個頭又執到1000多億啦。哎呀，錯咗啊！哎呀，既然間啲老人家咁慘，攞呢、這個深水埗打個白鴿轉，唔係落去蘭桂坊打個白鴿轉，已經俾咗佢啦，係咪啊？又唔好意思啊，執到500蚊俾你啦，伯伯，我今晚唔好執紙皮啦，係咪？呢、這個我咁樣批評佢真係一啲都冇錯，所以喺呢一點上面，佢今日同我嘅爭論係一個做人態度嘅爭論，唔係經濟嘅估算嘅問題。嗱，我嘅角度佢唔了解，咁佢仲做咗一樣更加錯嘅嘢。點解繼續減人工？如果有減多年人工，我就今年就會要減多佢一年人工啊！即使要佢倒貼出嚟㗎啦。個原因係咩呢？佢又甚至熟慮咗一樣嘢，就叫做財政懸崖呢樣嘢，又係子虛烏有嘅，係咪？而家你不停咁問爛佢，喂，阿司長啊，嗰、那個財政危機嘅源頭喺邊度嚟咧？你係咪不可估慮嘅咧？你諗到十幾年之後，又點解諗唔到幾個月、一個月之後發生嘅嘢咧？嗱，主席，如果舊年佢係咁講咧，我係唔會怪佢嘅，因為點解咧？凡事都開天辟地。劈地係咪？喂，舊年已經試過咁嘅嘢㗎啦嘛，今年佢仲喺度講喎。喂，呢、這個醫管局嗰度嗰啲本金啊，如果唔能夠再擺落去，佢攞啲本金出嚟使，會少咗100億。你傻嘅咩？你知道咗，俾多錢佢咯，一早俾多錢咁得咯，係咪啊？所以其實佢製造一個咁嘅危機出嚟，是非常之唔要得嘅，點解呢？老人家唔襟客噶嘛，哥一聽到話喂阿長毛拉布啊，可能你嗰啲金商量又冇啊，係咁嚇啲老人家。喂，有冇惻隱之心？你可唔可以嚇少佢一陣？嚇我咪得咯？你話長毛，你再拉，你不得好死，你為天下人所唾棄，咁咪得咯？使乜嚇嗰啲人啫？嗰啲最等住錢使嘅人，即係佢用137億去幫有錢人，然後167億去幫有錢人，用37億去幫窮人，嗰等住嗰37億嘅人，俾你咁樣嚇，啲咩人嚟㗎？係咪？所以其實佢雖然間用呢個財政危機論
作為一個政治工具嚟打壓我，唔緊要嘅，我唔會驚嘅。但係我希望阿曾司長，你行一行好啦，唔好對嗰啲已經水深火熱食餐休餐嘅人話俾佢聽，長毛拉布你冇啊，你冇錢食飯噶啦。呢樣嘢係唔會發生噶嘛，主席。政府隨時嚟揾你老人家，話有一啲嘢要做先，或者中史代續上咗樣嘢先係得嘅，我哋都會樂意俾佢。而政府攞嚟嘅財嘅案係直數嘅，即係話我哋行之有效嘅分組點票抵擋制抵擋唔到嘅。咁你捧住一個五層樓咁高嘅橡皮圖章抌落去，你點抌唔到呢？咁你唔係，你話我一定係要攬住死，因為咧呢個食砒霜毒老虎，長毛就係老虎，我食砒霜俾佢食。咁你咪自己俾佢食咯，你唔得，你身上話唔順嘅，你話想打我嘅，你咪過嚟打我咯。你搵啲老人，你搵啲老人家嚟搞做咩先？係咪？又話自己係學武之人喎，指鍋為武啊哥。咩叫指鍋為武啊？就係話你能夠令到個紛爭解決到，就係武啦。學咩武啊你？連呢個猴子偷土用埋。偷襲我下三藍，喂，主席，你可以財委會一樣試過啦。梁振英要五千十四個喺財委會偷跳又得，係咪？為我攞定錢先，不過只不過唔得啫嘛，係咪？喺呢度攞個錢啦。喂，咁你心累咗咁耐啦，你都出出咁嘅結論，係呢個顛倒黑白。委過於人，你自己做噶嘛？嘢係要嗱，主席，我俾咗呢個翻譯組啊，佢識識得譯。累天下者，常圖其所難而忽其所易，避其所可畏而畏其所不宜，然而禍常發於所忽之中，而亂常起於不足宜之事，起其累之美周瑜。蓋累之所能及者，人事之而言。而出於智力之所不及者，天道也。天啊，天收你啊！曾俊華諗埋咁多屎計，做一個恐怖氣氛出嚟嚇啲窮人，係咪有報應㗎？唔係話你智力得就得㗎。那個結論係乜嘢啊？那個結論就係、是扶狗不能自潔於天，而欲以區區之志籠絡當世之無，而必後世之無危亡，此理之所必無者，而起天道哉？即係話你諗嚟諗去度埋啲毒計係冇意思。你係咪行人政？係咪符合人性啊？嘛，500億講咗兩年啦，第三今年我又俾人鬧，仲要鬧多啲。環球時報開波先。由上面鬧到落嚟，你鬧得到我咩？我同你講緊人道啊嘛，係咪？我哋有7500億嘅儲備，淨係攞出嚟都得嘅，區區500億，你係都唔拎出嚟，咁你叫我呢個議員係由頭到尾，由2000年開始已經話要做全面社會保障添，唔係淨係話。呢個退休保障，我個政綱係要喺度實現嘅，我點可以退後呢？你曾俊華一人是數主，董建華你又是，你阿契你嗰個兒兄你又是，梁振英又是，梗冇啦，冇意思，冇政綱，冇靈魂，我有啊嘛，所以我係唔會屈服嘅。你可以做一世嘅官吏，你可以做。可以做一世嘅官嚟攞啲錢去飲咖啡睇法國電影，我冇放馬過嚟，曾俊華，你翻翻嚟同我辯論，唔係你係懦夫，你不如司馬懿，懦夫曾俊華。